啥？临时工？可以宣布破产。我这还没办入职。临时工啊？你刚不是什么总经理吗？临时工？没有，他们让我扮演总经理，其实我就是个临时工。他们这种勾当这种行为我都看不下去了。其实啊，哎，都不能叫公司。我们其实那个总裁他才是我们投资人，知道不？那你呢？我就是一个打工的，你们俩啥？销售的，销售总监、经理，那个保安。对啊，我们有啥权利？我们三是无辜的。你们设的局是吗？不是设的局，我们想一起合伙做买卖，我们都没本钱。演的有模有样。我们总裁才有钱呢，他是个富二代。你看摊儿都没有。我们总裁还有跑车。哦。他要钱呀。总裁开兰博基尼的吗？他说让我当总经理，让我们摆地摊儿。对，是摆家里模型吧？你听声音，嗡嗡嗡嗡的声音。做梦做多了吧？来了，好像找他要钱。对，找他要，找他要。这样，我带你们去找我们董事长吧。找他要工作。来了吗？董事长来了。这多少钱租的车呀？这。看看。来，董事长来了。哎呀，董事长开车技术不咋地呀，这。嗯哼，这保安干的。完了，这把这干了，搞到干这个车好点的地方来了。车老板说，我看他问了一句：“这你的车？”完了，暴露了，是吧？啊。华子暴露了啊！咱们老板问：“这是你的车呀？”暴露了，我操！我没说是我的。好，上不去。他直接往上干了，直接抓着底盘了。操！太虎了！你他妈！该赔钱了吧？该赔钱了吧？完了，我听到声音了，听到吱吱的声音了，刚才。停这，看这。直接干到这儿了，我操！他底盘也没升啊，这就往上铲了。底盘都没升，我操！升底盘啊，升底盘啊！底盘都没升，我操！赶快下来赔钱，快点赔钱！这你能开车？我们还没完，都讹人赚。他没升底盘，刚才完了，我刚才听到吱吱的声音了。这个人才，底盘都没升，快整他了嘛！快点下来赔钱！你这个把钱赔一下吧，啊，顺便把车钱也赔一下。本来上不来这里，上不来的。升底盘可以上，但是没升。快点下来！完了，没钱吗？还没完呢。完了，这超出预算了呀，这。这我操！这超车里不出来是吧？这超出预算了，这。赖在车里不出来是吗？现在没事，他现在底盘剩钱就没事了。那保险呗，他车到这里来了。能不能快点出来？摸一下前面，我操！是不是好粗糙？这边没升底盘。我靠，这地上印子。摸一下这里。摸下这里，快点下车！摸下这里了。我操！好粗糙啊！完了，出事了！完了！先解决我们这事儿行吗？先把我们的事解决了吧。那车多少钱一天租？董事长，我这我签了，我签了大概100多年的合同才得到这个车的。董事长，干不了。买的。我爸给我的，靠讹钱讹来的吧？我爸给我的，靠讹钱讹来的吧？你就这样天天一天赔一百，一天赔一百攒出来的？那啥，华子，我觉得吧，既然董事长又来了，我们把事说清楚。我们三个啊，其实说白了，赶快把钱赔给我们。我是个临时工，我呢不关我事，我是他们请来的销售总监，我是专门卖货的。对，他是个保安，我是个保安，我们三是一伙的。卖什么货呀？这哥们是请我们的。对，你们该赔找他赔。我管你们谁出面解决，反正得把这事给我解决了。就是今天吧，他说咱们开个公司啊，我说我们没钱呀，开什么公司？他说我有钱呢，我出钱，你们出力就行。对，他说那我就给你管理，我当总经理。我说那我就帮你卖，我就当销售。他说我那帮你看摊儿，帮你维持秩序，当保安吗？就这样。所以说今天卖的这些东西啥的，你都是他进的货。那就赔钱呀，赶快赔钱呀，对吧？那就你来赔。刚才说商量好的，我赔你们100，你们赔我10000。啊！我跟你讲，这事儿对于我董事长来说，别说10000了，10万都没问题。对，本来工作都说好了的，本身就是这车都1000多万，赔不是10万吗？这个。等一下啊，又开会。等一下啊，是吧？又开会啊？为什么回来就不一样了？我公司倒闭了呀！倒闭了呀！我们不干了，不干了，我们不干了，我们工资也不要了，我们撤股了。
撤了，撤了，钢骨，我的钢骨都不要了。哦，那拿啥呀？我们三个一致决定退股，退股，撤股，干了。哎，我的买卖不好做，技术表决一下子，我同意，同意，同意，退了，同意。是这么说的，对。快点，能不能不要上场？我们表决完了，表决完了，一切的是一切的费用的承担，你就找他。那就快点，快点，对，就跟我们仨没关系，对，跟我们一点关系都没有。轮胎卸一个，你应该卸不下来。你听我跟你讲，老妹儿啊，你这个事儿我处理不了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是他来卖的货，我虽然我们在一起合作呢，但是他跟你这个是你上司还是谁的打电话啊？他给你负责处理的这个事儿，那我不管，你是他们老板。那个这老妹儿的事儿，我能跟你处理了，就是你是他们老板，你来处理，要不然我把你的轮胎卸了。老妹儿，你说那话说的，我那个古董还60万的，你跟我要，哥你要100块钱不错了。老妹儿，古董60万呢，那边10块钱三个。老妹儿，我教你啊，要不然听到没？不是，3块钱三个，要不然这样，看头发没？10块钱三个，看到没？这我不知道吗？这头发啊。100块钱一根，你们薅就完事了，纯金的这个，是的吧？啊，来，就100一根啊，你们薅够纹就行了。你先别动，老妹儿，你别动，离稳住一点，你别动，咱有事儿好好说，别动手，好吧？你男朋友的事儿我能给你解决了。你咋解决？我跟你说，你快点先处理我的，先处理我的。你知道我男朋友多有钱吗？先处理我的。你以为我差钱啊？哎，小兰，你拔几根毛的事儿过去了。咱俩先聊聊咱俩的事儿。这过不去，你跟他聊，赔钱，要不这事儿就过不去。华子，这么回事啊？咱们兄弟一场的，你不能说你把这个锅甩给我，对吧？我是你小弟，我们都是，我就临时工，我是保安，这题挺难做呀。能跟你老板当兄弟吗？对吧？当不了，我们不配小弟。那个，坐坏了，有不？你还行，他也不怎么沉。我的妈，裤子都没穿呢，太狠了。这个好像今天这事儿都没解决完，这个穿裤子，这车我们就扣着。那个没穿裤子，太狠了。哎，小兰，你解决吧，这事儿我没办法。这车是你的车。不要说了，赔钱。没问题。一万。一万给。一万就1000根毛。这么的。100根毛1000根啊？哎，他们说你那头发100块钱一根吗？不是，1000块钱一根。给你10根毛也行，下面的更贵点。哎，我好奇，哎，他那真没穿吗？摸一下呗，那个真没穿，他真没穿了。关你们屁事呢！先把这事解决好吧。我操，迷我了，没穿，你真没穿。这玩意儿看也看得出来呀，这。真没穿，真没穿。看都看得出来，我就是去摸它。啊，我这两天眼睛就是有点不好使，有点。真没穿，真没穿啊。兄弟，好像真。转账也不能给，这么的吧。公司我这手里正好缺个助理，一个月给我上个班，我给你藏。就你这破摊助理干嘛？跟你们一起骗人讹人？我跟你说实话，好啊、这个摊儿呢是咱今天出的，咱几个合计一起去。挺热乎，你问问他去。我开这个车也不能差点，对吧？出来玩儿，乐乐呵呵。他得穿了，乐乐呵呵的。他得穿了，啊！你男朋友这个事儿，不知道男朋友多有钱或者怎么样的。要不你以后提提我这名儿，我叫陈豪。有没有钱我不知道，但我在湖南肯定是有一号。一个叫陈豪，一个叫讹人有一套是吗？对，很简单的事啊。讹人有一套。我讹你什么来，老妹儿？我讹你啥了？你告诉我，我讹你啥了？说陈豪谁认识啊？提完二哥不就完了吗？小弟怎么费劲儿？你说我过来他那个这儿图啥呀？不让你来我公司上班，以后我不知道你图啥，说不定这就是一计谋呢，目的就是为了让我到你那儿上班。老妹儿，你真的是好像跟你俩讲不通道理，真的讲不了道理。我陈豪不要面子吗？我陈豪啊，啊，真有意思。你看小兰，这事儿你惹了，你总要解决吧？真的，这么冷的天儿是吧？搁那耗着也不是回事儿，那老妹儿腿都冻僵了，都冻紫了里面。我刚才看了一下，里面都紫色的，那血管都发紫了，现在。太狠了，老妹儿。就是我觉得我跟你们三个臭兄弟啊，特别开心，真的。不用，你们有没有毒啊？感谢大家，谢谢你们这么信任我，让我去处理这个。哥，你纸掉了，哥，你纸掉了，纸掉了，纸掉了。哎呀，赶快，10块的纸呢，这么贵。哎呀，哎，你咋了？我这岁数啊，哎。咋的？还要讹人呢？没有，纸怎么还掉了呢？你啥玩意儿啊？纸掉了。咋那么的吧？那个事儿呢，我也跟老妹说完了，她死口不放我，我也没有解决办法，你看怎么处理一下。那个男朋友那个事儿我能解决，那个老妹儿我就能上咱公司上个班呗。
要不你跟我回我公司看一看，你觉得我公司规模行不行？总裁，车被你坐坏了。多大的公司呀？多大的公司啊？月薪有一万吗？我操！大红了，给我哥给你坐坏了，有没有？我操，给我大红了，我大脱光了，操！谁当你是不是骗我的？没有必要骗你，我开的车骗你，我骗你干啥？你告诉我，指不定提了你的名字，我还跟人打。你提我名真不一定真容易被人打，你要么你提我哪句真的哪句假的，或者你提我个小名也行，我叫王二和。王二和这名，你们在这坐着也不是办法，是吧？我们总裁也说了，带你们去公司。你们到公司你看看我们规模啥的，这个工作要没了给你安排个工作，你这男朋友没了的话你就随便找个男朋友，你看我行不？是吧？拉倒了你啊！你看那个他是不是行？你这么的老妹儿，咱四个人让你选一个，你选谁？你选谁？对不，我们四个，对，咱四个你选一个吧。哎，对呀，老妹儿啊，你这话说的，他选择寡一辈子，不是？你说这绝对是气话。我们这孤寡一辈子，你不能一意孤行，不能一气用事啊！对呀，就是现在在这个场合，你这么说，真的，你要把我，还有你，放在沙漠里，我就不相信，你不把我扎进沙漠里，你玩骆驼，这嘴硬就在那儿，嘴硬。华子这时候还真不一定，不一定，他肯定选骆驼。全天下男人都骆驼他妈多大呀？摸上一骑，骆驼那压力大呀，还有骆驼。就你这到沙漠去了，你还能蹦跶？这不，你分在什么地方，对不对？嗯，就在这儿，现在你说是吧？形形色色的人这么多，我跟你说，你肯定输给骆驼。那你这样，那一百块钱我也不用你赔了，行吗？一百块钱我们也不要你赔了。啊，你我摊我走了也就走了，那这事就拉倒呗，行吗？这事就完事了，拉倒吧，行吧，你让我们走吧。总裁呀，走啊，走吧，开车。他坐我车上，我也开不走啊。说我们一个丢了工作，一个丢了男朋友，你一句话说走就走。那他走不了，咱们不能走，咱仨吃饭去呗。走。走。走。车跟咱也没关系，咱仨吃饭去呗。跟咱也没关系，不拦车。也不咱开的。啊。他问我，他说这车是真的吗？我这车在那里。这车怎么来了？配过来了呀？对呀、啊。车是真的。看。还锁上了。看，是不是真的？我的车况。那我们走，他不走我们走。咱吃饭去了。走。他不走咱走呗，这事儿呗，是不是？哎，我们车嘞？啊，你车那边呢？你走呗，走吧。哎，走吧。哎，他要不愿意走就算了呗。总裁，你忙你的，总裁。是这么研究的吗？车不要了。啊？车不要了。哼。没怎么研究的，谁开的这车？哥俩。是他开的吗？小兰开的吗？是小兰开的呀。我们就没开车。我没开。没开，我也没开。走啊，走。又香又甜，鉴赏气脉，欢迎品尝。哎，这条街萧条了呀，没以前生意，没以前旺了。现在，得得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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得。哎，你说现在女的她们腿都不冷吗？我操！你高低穿个裤子也行啊，穿裤子里面不穿秋裤我还说得过去，这你妈穿个裙子裤子都不穿，我就算他里面穿一条安全裤，那风吹进去也受受凉啊，那不冷啊，我操。他那不是什么光腿神器，我看了确实是没穿裤子。哎，我走过了吗？我们车去哪儿了？我操！
售，货币低价，紧急出售。通风散散散味是吧？透气是吧？我穿一个带绒带棉的裤子，里面穿个保暖裤，摩洛还冷。现在年轻人这么不怕冷吗？茶油炒板，又香又甜，现炒现卖。咚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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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咚，啊，出不来了，感觉。走啊，回去吧。这是过年呢。别开呀！我以为你在坐着车上不下来了。那把带回去呗。你说我上公司了呀？公司在哪儿？公司在五分钟，开车五分钟到。开车五分钟就到了。那行，我就坐这车。免得你们老板跑了。那他俩开回去吧。那你俩开回去吧。那咱走呗。走吧。他开吧。开不了车，你司机谁开呀？保是保不了，那谁开呀？小南你开吧。带他回去，那个我还不怎么想带他。那胖总，那只有你。我不开。啊？我不开，我今年不开车。过年年前绝对不碰车，啥时候过完年我他妈啥都开车，死都不开。开玩笑开。